欢迎收睇保健方呢个网上平台。Michael， 我哋做运动先咯，唔该。Hello， 大家好，今日又同大家一齐做啲伸展运动。好，只脚晾喺度上边，跟住咧就尽量握落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二隻腳控制佢，然後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嗱，最好啊，做多一次嚇。跟住呢個係第二個動作，個人要伸直嚇，隻手要扶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前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第二只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前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OK。好，各位大家好，大家都知道我哋今日嘅主题啦。不过喺我哋今日嘅主题之前咧，我都同样同大家同去思想。今日咧，我同大家会睇一段咧，可能好多人都好熟悉嘅经文啊。我哋睇睇段经文啊，我哋今日咧思想一下。我们珍惜与上帝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玛利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段经文我们很多信徒常常在教会都会听到这段经文的了。里面记载两姊妹，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他们两个就请耶稣去家吃饭。所以马大就预备很多很多的食物。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经验，是不是？当你邀请一个朋友来你家作客，就算是宵夜吃都好，你都会预备很多的。你好希望呢接待客人的时候能够将一些好的食物预备得好的东西给他吃。但是这两姊妹呢，妹妹呢就愿意不去整那么多东西，走到耶稣的脚前听下耶稣讲什么。话说：哎呀，玛利亚这么懒的，为什么不打点一切啊？他在跟耶稣聊天，听下耶稣讲什么。其实你又让我们去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感受。如果你邀请一个客人来到你家作客，你当然你要煮很多很美味的食物，但是你就跟他说：哎呀，你坐下先，耶稣坐坐先下，就有得吃的了，十来二十分钟有得吃的了。那你这十来二十分钟你就离开，等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啊，不要紧，不要紧，你看下电视先，听下收音机先。你是没有理会到这个客人坐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他聊天，或者你会不会跟他聊天。玛利亚就选择了一个更好的福分。这里讲到，其实我们有时注意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明白，在我们的家里面，美味的食物当然是很重要，但人际关系都不可以忽略。当我们的儿孙们来到回到家的时候，我们当然可能会预备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会不会
你回一下他现时的处境，他面对的挑战或者他生活的情况是怎样呢？所以呢，我记得呢，很多年前我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当儿女很小的时候，他们可能呢很多时候会来阻扰着我的工作。我记得呢，有时候到星期六吧，我在家预备东西的时候呢，我儿子小的时候他很喜欢走入来在我间房，他就坐在那里，他就望下究竟爸爸做些什么。咁我哋都觉得，哎呀，你走啦，走啦，快出去玩啦，出去玩啦，唔好阻住晒啦，咁样。又或者觉得你有咩特别需要啊，咁样。但其实呢，佢咩需要都冇。佢系咪想去麦当劳呢？唔系立即想去。佢系咪想我陪佢玩呢？又唔系。佢好想睇下爸爸喺度做啲乜嘢。其实爸爸做啲乜嘢呢，佢帮唔到忙。一个三岁四岁嘅小朋友，佢入嚟帮唔到忙。但他很愿意坐在地下望住你，他相当满足的，因为他见到他的爸爸或者他见到他的妈妈。其实这种的情况和我们人生的生命一样，上帝都很乐意让我们和他在一起。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我们是不是愿意与上帝在一起？不是特别为了一个食物，不是为了一些我们预备好的东西，而是我们真的与他在一起。如果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你记得你跟一些长者或者你的父母在一起，其实不是你预备什么东西，或者你带他去哪里，是你愿意坐下在这里跟他聊聊天，关心下他，他讲下他心中的感受给你听。那一段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都一样。又还是我们很忙碌，哎呀，上帝上帝，我给你五分钟，五分钟我要走了。又还是我们愿意选择上好的去听下上帝讲什么。让我这个时候我们同心的去祈祷。亲爱天父，我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在每一个处境底下你都爱我们。你好鍾意我哋去聆听你嘅声音，读你嘅话语。你更愿意我哋每一天嘅生活去荣耀你嘅圣名。求天父你今日就赐俾我力量帮助我哋。让我哋愿意嚟到你跟前去与你喺埋一起。享受同你喺一起嘅时间。我哋真係冇能力。我哋冇办法。但天父啊，你佢系嗰位创造天地万物嘅主，爱我哋嘅上帝。求你赐福帮助我们众人，我们献上感恩的祈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笑望红日头温暖，尽望俗世心是明镜，但求学会细心欣赏你，不再为昨天哀叹，放下愁虑我舒畅，挣扎尽化轻烟消散，盼望能共你同享此刻，愿你赐我安宁同在于此际，能共你对话之中共尝乐与愁，愿你赐我安宁能共你享生命，寻望那奥妙的快乐心中我拥有。
渐退满山翠，笑望红日头温暖，尽望俗世心是明镜，但求学会细心欣赏你，今我愿这生交托，那句明日有风雨，一切尽有美好旨意，你若同在我内心安舒，愿你赐我安宁，同在于此际，能共你对话接触，共享乐与愁，愿你赐我安宁，能共你享生命，寻获那奥妙的快乐，心中我拥有。愿你赐我安宁，同在于此际，能共你对话接触，共享乐与愁。愿你赐我安宁，能共你享生命，寻获那奥妙的快乐，心中我拥有。我最近呢就见到好多人呢係咁啪啪啪啪啪啪，我都唔知佢哋做乜㗎喎。啊，不过原来郑医师话有用㗎，就可以排毒㗎。不如我哋听下郑医师点讲喇。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哋又见面啦。今日我哋讲个就係拍打排毒嘅。咁自古以嚟呢，拍打都係一种养生方式嚟㗎喇。咁古人呢点样搵到呢个方法呢？原来当身体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一些酸痛啊，或者一些拉扯的时候，我们身体的下意识就会对那个地方进行敲打和即一些按摩的。原因是因为身体里面即穴位有很多经络，都是互相跟这个脏腑都是互相关联的。经常拍打那些肿痛的地方就会起到舒缓痛楚的作用。咁呢，如果係经常拍打呢个经络呢，就会有舒筋活血啊，同埋有保健嘅作用，有防病啦咁样。咁所以呢，即係如果时常都係帮自己拍打，係排毒係更加好㗎。咁开始之前呢，我都係顺带一提啦，我哋呢个讲座提到嗰啲嘅拍打嘅方法呢，咁呢都係作为一个参考嘅之用㗎啫。咁所以呢，如果你哋有个别嘅需要或者持续嘅唔舒服呢，请咨询你哋嘅医师噶。咁咧就咩叫拍打疗法咧？咁咧简单定义咧就系用我哋嘅双手啦，或者用一啲工具拍木棒啊，或者啲拍子咧喺身体某个地方去拍打。而呢个拍打嘅时候咧系要轻重不同，同埋有节奏嘅一种按压。咁拍打咁咧就可以去除身体嘅疾病。咁都係一種嘅健身嘅方法嚟嘅。咁理論呢就係因為人體經絡氣血呢運行呢暢通先係一個健康嘅基礎嚟㗎。咁睇下隔離嗰個圖呢，身體呢就佈滿穴位，而啲穴位呢亦都係同呢個臟腑啊同埋身體其他部位係相連嘅。咁如果我哋幫我哋自己拍打呢，就會令到身體嘅經絡同埋任督二脈同埋啲其他嘅臟腑咧都係相連，咁所以咧即係唯有咧身體臟腑係氣血暢通、經絡暢通，我哋身體先會係有個健康嘅一個基礎嘅。咁拍打咧能夠健身除病個作用係點解咧？咁主要咧就係話，當我哋按壓或者拍打一啲痛嘅地方嘅時候咧，咁有一個反射區嘅一種震盪刺激出現啦。呢種反射嘅震盪刺激咧，係能夠傳導感應去到身體其他嘅經絡啊部位，起到呢、即係微循環嘅障礙嗰、個暢通啦，亦改善呢個血液循環，從而咧能夠調整神經同埋內分泌系統，能夠促進新陳代謝，都係把身體嘅毒素咧或者代謝物啊咁樣就排出體外嘅。
咁咧，所以就能夠調整免疫功能，達到防病、治病同埋延年益壽嘅效果嘅。咁但係有咁理想嘅效果咧，梗係要用一個合宜嘅方法啦。咁首先我哋選擇拍打嘅手法同埋拍打嘅工具要選得合宜啦。咁仲有咧就係揾呢個部位同埋穴位嘅時候咧，亦都係要較為即係研究一下，究竟係咪合乎自己嗰個需要咧？咁仲有咧力度同埋技巧方面咧，如果係達到純熟咧就更好啦。嗱，講到拍打注意嘅事項咧，都要留意一下嘅喎。咁咧就好似上文我哋都講過咧，就話啊，我哋要根據自己嘅需要選擇一啲合宜嘅一個操作手法。同埋選擇合宜嘅穴位啊，合宜嘅一個部經絡去進行拍打嘅。咁喺手法上邊咧，就現個首先係先輕後重，由淺入深，咁咧能夠令到體表咧適應咗嗰個過程噶。另一方面咧，就係切勿唔好用暴力啦，因為咧知道喺視網上邊好多視頻啊，或者一啲相片咧出現一啲好殘酷嘅一啲嘅鏡頭，或者係啲即係好嚇人嘅一啲相片，瘀曬黑曬咁樣。咁但係我哋就想話咧，拍打其實係一個基本上係一個舒適嘅過程嚟嘅，係唔係 suffer 嘅，唔係一個痛苦嘅過程。咁首先咧，你就要令到雙手比較温暖啲啦，譬如捽興佢啦咁樣啦。捽到熱咗，然後咧就可以輕輕就開始就拍打啦。咁咧就令到身體唔會有一種即係突然間受冷嘅感覺。而拍打嘅時候咧，應該全身放鬆嘅，自然呼吸，最好係一個空氣流通嘅一個環境啦，一個温度咧又唔係太熱，唔係太凍就較為好啦。咁由於拍打嘅時候咧，身體會變得和暖嘅，咁血液循環好啦。咁你個微啲血管咧，嗰啲毛孔亦都會擴張嘅，咁所以咧就呢段成間咧時間咧最好咧就最好避免直接吹風，特別係冷氣就最好唔好直吹啦，咁咧避免呢啲咁嘅風寒咧入咗呢個毛孔裏邊就引起疾病噶。同拍打前後咧最好飲一杯熱水啦，咁咧可以補充水分啦，同埋咧亦都可以防止疲勞，促進呢個排毒噶。咁咧講到後邊，跟住咧就講到一個拍打嘅禁忌啊，咁都要好留意啊。如果身體裏邊有啲出血傾向嘅一種病嘅人咧，譬如係血小板減少啊、白血病啊，或者過敏性紫斑嗰啲咧，容易出血嗰啲咧，就唔好拍打啦。咁孕婦咧亦都唔適宜拍打嘅。仲有咧，行經嗰啲婦女咧，特別係唔好打呢、這個即係呢個。腳的內側三陰交的位置那裡就不要打拍打，因為可能會避免出血過多了。另外呢有糖尿病呢那些患者呢就嚴重的糖尿病那些患者，譬如他是即是那些血管呢是不容易埋口啊，容易流血不止呢都不適宜的。那有皮膚外傷或者是皮膚有瘤瘤啊那些都不適合拍打了。一啲急性嘅病啊、昏迷啊，或者係一啲扭傷啊、即係撞傷，或者係嚴重感染咧，亦都唔適宜拍打嘅。同埋有啲地方係可能有啲原因不明嘅一啲腫塊啊，咁亦都係唔適宜拍打住噶。咁另外有啲人咧，佢對呢個痛感咧就比較係敏感嘅，咁嗰啲人亦都唔適宜拍打啦。咁最好咧，就係、是、做拍打呢個過程之先咧，就或者同你嘅醫生或者你嘅中醫師傾一傾，究竟你自己適唔適合嘅喎。嗱，講到拍打嘅分類啦，咁我哋咧通常都係以力度去分輕重啦。咁一種叫輕拍法，咁拍打嘅時候咧用力比較輕嘅，咁咧通常都係俾嗰啲年紀體弱嗰啲患者啦。或者兒童或者係初次用拍打嘅一啲嘅患者使用嘅，咁或者係用喺啲肌肉比較薄啦，或者係喺啲臟腑啊，即係譬如前邊呢啲位咧，呢位咧，或者係後邊腎嗰個位咧，嗰、那個地方咧就係要輕拍嘅。咁第二種咧就叫中拍法啦，咁明顯咧中拍即係用中等嘅力量拍打啦。咁身體大部分嘅地方咧都可以用呢個拍法嘅，就係一啲比較輕微有少少痛感嘅啫，咁就唔多嘅。咁跟住嗰個叫重拍法，咁即係用力比較重啦。咁唔淨止用呢個腕力，仲要用呢個前臂嘅力嘅。咁拍打嘅時候咧會有少少痛，
但係咧係唔係話痛到忍唔到嘅，係即係你痛得嚟都可以接受嘅嚇。咁呢種咧就通常用一啲比較體質比較壯實嗰啲人，或者佢哋已經打慣咗㗎啦。咁咧就或者係嗰啲佢哋本身又有啲頑固嘅病嘅，咁咧變咗佢哋咧就打即係知道用咩力度，咁佢哋可以用大力少少嘅。咁或者拍打肌肉豐厚嘅地方啦，即係譬如呢個臀部啦、大髀啊，或者係手部啊呢啲位咧，你都可以大力少少拍嘅。咁咧就即係，但係當然視乎個人唔同啦，因為有啲人佢係骨架大啲，有啲人嗰個骨架細啲，同埋有啲人就厚肉啲，有啲人就瘦弱啲，咁所以都係隨住個人嘅不同而有少少差異嘅。咁我哋而家就要睇下點樣叫正確嘅拍打方法啦。首先我哋知道點樣用呢個掌啦，我哋咧就話要用虛掌嘅。咁咩叫虛掌咧？嗱，就首先用五隻手指要並排啦，排得密嘅。咁然後咧就微微地屈曲，咁令到掌心空虛，就好似我而家咁嗱，掌心空虛啊。咁你用呢個掌拍落去嗰個身體嘅時候咧，你要全個地方咧，即係側邊所有地方你都要掂到嗰個部位嘅喎。咁你先叫接觸到呢個體表噶嘛。咁然後咧，呢個腕咧要放鬆，咁咧就打落去嘅時候係一種柔和嘅感覺，而唔係一種即係硬邦邦嘅感覺咁嘅。咁我哋又要同時要學會兩隻手都可以打啦，因為會攰噶嘛。咁咧就打得攰嗰陣就可以替換啦。特別係咧，就有啲部位咧只可以用某隻手，即係譬如你打左膊肩頭咧，咁你就一定要用打左膊咧就要用右手啦。咁調翻轉打右膊咧要用左手。咁所以咧，要兩隻手都要練得好嘅。咁你拍打有個順序啦，就係開始嘅時候手法輕啊，然後咧就力量慢慢重啦，即係開始嗰陣輕拍，然後咧就慢慢加重，即係中拍啦。到到差唔多結束嘅時候咧，你覺得可以重點去拍某個位啦，咁你就要拍重力啲。咁嗰陣咧就叫重拍啦。咁呢個咧就係其實話喺拍打嘅過程咧，可以咧係啲三種拍打方法你都要用上啦，即係輕拍、中拍到重拍，你都會係一個進程嚟做嘅。咁變咗你就身體咧就有一種即係受到唔同嘅拍打力度嘅一個刺激作用㗎。咁呢張咧就我哋想睇下呢個拍打同經絡養生嘅互動嘅關係係點樣啦。嗱，睇下手掌反射區嗰個圖。咁咧，其實手掌係一個充滿全息穴位嘅系統嚟嘅，即係話同呢個腳掌同呢、這個耳仔咧一樣，都係一個全息系統啦。咁咧，所以你手上一拍呢個嘅時候咧，就會啟動咗五臟六腑、四肢八骸嘅反應點，直接間接咧都係對全身進行調整嘅一個效果嘅。嗱，睇下另外一個手掌穴位圖。咁咧，基本上從一個經絡穴位嘅角度睇咧，就話手掌係裏面佈滿經絡同埋穴位。咁呢啲穴位咧，同埋經絡咧，係同呢個肩膊、頸椎、胸椎、大腦同埋呢個足嘅六條經絡同埋任督咧，都係即係有關聯嘅。咁所以咧，當你自己用自己嘅手拍打自己嘅某個部位嘅時候咧，咁不單止拍打到刺激到嗰個部位嘅經絡穴位啦，另一方面亦都係同時咧啟動咗你呢隻手裏面嘅經絡同埋嗰啲全息系統嘅喎，所以咧即係起咗一個即係雙面嘅一個調整嘅效果嘅。咁如果你話如果你淨係用一個拍打器一個工具去拍打嘅時候咧，個效果咧係唔同嘅。咁所以我鼓勵大家咧多用自己嘅手拍打自己㗎。咁咧我提倡一個自己拍的一種的拍打方法，那這個你都是從一個身心靈的角度去看這個拍打的。那什麼叫自己拍呢？自己拍其實就是用自己雙手拍打自己的身體部位啦。那中醫理論有個講法叫心主神明。那什麼叫神明呢？神明其實是不是指那些神，即是鬼神的東西，而是指一個意識思維那方面的東西。譬如話心咧，即係話主導一個認知、表達、溝通、理解同埋一個意願嘅一個意思嘅。所以自己拍同拉筋一樣，能夠幫助自己去了解自己嘅身體。當你一觸摸自己嘅時候，你覺得嗰度係熱定凍咧，或者你覺得嗰度係硬定係軟咧？咁其實咧，當你觸摸呢個
自己身體部位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一個了解自己同埋自我醫治嘅一個過程，係身心嘅一個互動，同埋拍打過程基本上係一個身心靈嘅融合嘅過程嚟噶。咁拍打咧，自己拍咧，其實係有別於食藥啦、按摩、推拿、拔罐，因為呢啲按摩、推拿、拔罐或者針灸都係人哋幫你做噶嘛。咁自己患者本身咧係一個被動嘅一個角色。但係當你自己拍自己嘅時候咧，咁你咧就有個好主動嘅一個意識去幫助自己，去醫治自己啦。咁拍打嘅時候咧，嗱雙手同埋被拍打嘅地方最容易係得氣嘅，得氣即係有一個氣感。咁呢個時候個治療效果就係更好啦。咁有啲人就話：，拍打完咗，我手都腫咗喎。咁其實咧就唔使擔心，其實唔係腫，其實係一個脹，呢個係一個氣感嘅表現嚟嘅。所以咧，大家唔需要擔心啦。咁咧，而家就想從一個能量嘅角度去睇自己拍嘅效果。咁中醫認為咧，有病係因為陰陽失調、氣血混亂，以致引起經絡穴位係阻塞嘅。咁咩叫即係阻塞啊？咁其實只係人體能量排列失序啊。咁呢個排列失序咧，令到吸收唔到營養啦，亦都係做唔到一個代謝作用嘅，咁而引起一個腫塊咯。咁當身體某個部位受到刺激之後咧，氣血咧就會自動咧向嗰個地方去流向嗰邊，咁進行一個調節嘅。咁當身體裏邊嗰個失序嘅能量回復翻正常嘅時候咧，咁咧嗰個身體就會有咗一個即係重新自我一個調節同埋一個治癒嘅能力噶啦。咁如果當嗰個病灶咧，即係有氣感進入某種狀態嘅時候咧，而你又用呢一隻有氣感嘅手去拍打嗰個位置咧，咁咧就相得益彰，效果會更加好噶。咁記住拍打嘅時候咧，如果你拍打個地被拍打嘅地方，或者你隻手咧有酸麻脹痛嘅感覺咧，就唔好覺得奇怪喎，因為呢個都係正常嘅表現嚟噶。咁咧就其實拍打嘅優勢係在於咧，係好似大範圍咁樣，喺一個即係短時間裏邊咧刺激經絡，成個經絡個走勢啦，嗰個附近嘅一大堆嘅面積嘅穴位啦，咁所以對一啲大面積嘅一啲嘅身體嘅酸痹啊，或者係腫痛啊，咁咧就或者係一啲腳腫啊，呢啲嘅大範圍嘅一啲嘅一啲問題咧，其實起到一個即係治癒嘅能力噶。嗱，咁我哋而家咧就想講下點樣自己拍法啦。咁一般嚟講咧，就係從上拍打去下邊啦。咁同埋通常我哋由先拍左邊，然後再拍右邊嘅。咁咧就一個順序咁樣啦。嗱，首先就拍打頭部先啦。咁咧就拍打嘅時候咧就細力啦，咁就拍呢個百會嘅地方。咁咧就係咁樣拍下，咁樣慢慢拍，細細力咁樣拍。咁先拍頭頂，咁然後咧就拍頭兩側嚇，然後咧就拍後邊，咁然後咧喺度係咁喺上邊拍落去嗰個風池個位置，同埋後然後拍落後頸啊咁樣啦。咁你拍打頭部咧，其實咧係好醒腦嘅，咁咧就其實對頭痛啊、頭風啊，或者係嗰啲眼目唔清晰啊，或者眼蒙啊、耳鳴啊，或者係有啲健忘啊，咁呢個拍打頭部都係好有幫助嘅。咁然後咧就拍打雙肩啦，咁我哋可以左手拍右肩啦，咁我哋咧就右，我哋話由先左拍左邊，然後拍右邊啊嘛。咁我哋首先用右手拍左肩，咁拍呢度啦，咁然後拍肩嘅前部啦，係外部啦。上部啦，或者後部，咁後部嘅時候咧，我哋就即係要隻手要啲隻手要彎後啲啦，咁所以咧，其實咧要做一啲拉筋啊，令到啲關節比較鬆弛，你先至可以幫到自己嘅。如果唔係，你咧係做唔到某啲動作啦。咁拍打完左邊，咁就拍打右邊啦，咁然後就拍呢度啦，嚇咁樣拍啦，咁然後咧就前部外部上部後部咁樣嚟拍。你記住咧，就係隻手咧係要曲嘅，咁但係開頭你可能唔係好慣嘅，咁咧但係咧就慢慢你就會即係醒起就你就要調整翻自己嗰個手咧係一個曲嘅位置啦。
咁然後咧就拍打腋下同埋兩邊肋骨嗰度咯喎。咁呢個拍呢啲位咧，對呢個心肺啊，同埋呢個乳房方面嘅一啲嘅乳腺嘅疾病咧，都好有幫助嘅。咁你譬如舉起呢度啦，咁你就可以拍啦，拍呢個位啦，就係腋下啦。咁你就咁樣啦，拍嚇，咁樣拍，咁拍拍，咁樣拍，然後咧就拍打去呢邊咁樣。咁然後拍打完咧，你就係即係咁樣拍。首先係呢度啦，嗱呢度咁樣拍，然後呢度拍，咁樣拍落嚟咁樣。咁咧就即係譬如你覺得邊一度，你打嘅時候咧，你會感覺到自己邊一度會痛啲，因為你打落去身體有反應㗎嘛，係嘛？呢個就係你自己去認識自己嘅一個方法，就係你認識咗自己，哦，我原來嗰度好痛喎，咁變咗你就知道要啊點樣要特別去呵護温柔對待嗰個度啦。咁然後咧就要拍手拍手肘手肘呢個地方。咁咧喺呢個地方啦，咁咧就係拍嘅時候，首先咧就係話喺內側拍啦，由呢度咁又可以由上邊開始拍落嚟咁樣，由上面開始拍落嚟。咁呢個手前邊咧就係一啲即係心包經啊，左邊外邊少少咧就係肺經，然後裏邊條係心經咁樣。咁你拍落去，所以呢個經脈咧係如果譬如有心臟病或者係肺唔舒服啊。有時呼吸不順啊，你即係拍呢個位咧，就係好有幫助啦。咁然後咧就再拍右邊啦，咁樣拍法。啊，咁我哋跟住咧就拍打其他地方咯喎。咁咧首先咧，我哋就要拍打手背啦。咁拍打手背咧，就要我哋就擺嘅手背咧，不過手咧就喺一個左手就擺喺左邊膝頭，咁由揾個手掌咧包住個膝蓋嚟。然後咧就用你嘅右手嘅手掌拍打你嘅手背啦。咁拍打嘅時候咧，你可以由上而下咁拍落去，咁然後來回咧係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咁樣拍翻上嚟。咁你就好快咧，可能你拍五六回啦，咁你手咧開始會熱㗎啦，熱熱地咁。如果你攰咧，你可以轉過去拍右邊啦。咁吊住拍嘅時候咧，隻手咧係要曲掌嘅。咁你嘅掌咧，咁樣曲起上嚟，拍嗰啲比較即係細嘅位咧，咁你變咗你就要即係可能要稍微要就一就個位先啦。咁可能有啲空虛嘅位都唔緊要嘅，因為個手係細，咁就係細噶啦嘛，係嘛？咁拍打手背有乜好處咧？咁手背咧，因為有呢個大腸經、小腸經同埋三焦經嘅。呢三條經絡咧都係特別係幫助保證即係幫助我哋呼吸暢順啦，血液循環良好啦，消化同埋個排泄系統都係暢通嘅。咁亦都可以增加呢個手腦相連個一個聯繫嘅。咁所以咧拍打呢個手背咧就可以咧令到個人咧保持呢個大小便暢通。呢個血液循環又良好，咁亦都係即係保持我哋嘅即係消化系統良好噶。咁跟住咧就第六、第七咧就係同呢個下肢有關啦。咁咧拍打呢個雙膝，嗱拍打膝頭嘅時候咧就係用你嘅左邊嘅手就擺喺左邊嘅膝頭嗰度啦。咁咧就兩隻手嘅，兩隻手就擺喺膝頭正面，咁然後咧就。即係就兩邊就拍左內外一齊拍，拍完內外咧就要拍呢、這個即係後邊啦。咁即係所以話咧，就拍呢個膝頭時候，就用你嘅雙手前後左右嘅膝蓋個位置咧都要拍到嘅。咁就拍完左邊就拍右邊啦。咁所以咧拍嘅時候咧，亦都係不妨咧拍埋呢、這個即係呢個小腿嗰個位置啦。咁個小腿嘅位置咧，有啲血液循環唔好嘅咧，可能都會有靜脈曲張啊，或者一啲腫啊，啲嗰啲水液啊排，即係會堆積喺嗰度嘅。咁拍呢個膝頭咧，其實對各類嘅膝蓋嘅問題啊，腿雙腿嘅即係堆積啊，啲水腫啊，其實都有幫助。咁如果配合拉筋咧，就效果係更加好噶。咁咧就係先拍左邊，然後邊咧跟住拍右邊啊咁樣啦。咁咧然後就拍雙腳啦。咁拍呢個雙腳嘅時候咧，可以坐喺張凳度拍啦，亦都可以喺張牀嗰度拍。咁坐喺張牀度拍，可能就再舒服啲。咁就可以將只腳咧擺喺張牀嗰度。咁你就然後用你嘅手咧就係咁樣去拍。
咁就先拍腳心啦。咁腳心嗰度大家都知道嗰個係一個全息嘅系統嚟嘅。咁如果你拍呢個腳心嘅時候咧，就會對呢個臟腑咧都有刺激嘅作用啦。咁然後就拍腳背啦，亦都係拍呢、这個腳眼嘅內外嘅環節啦。仲有周圍可以拍到嘅地方咧，都可以用力拍下嘅。咁所以咧拍呢個雙足咧，其實對呢、这個腳部嘅疾病啊、靜脈曲張同埋對臟腑都係好有療效嘅。咁咧，所以咧就以上咧嗰七個步驟咧，咁咧就可以順住嚟拍。咁但係如果你覺得某個部分咧，我係即係特別唔舒服喎，咁你可以嗰個部分可以拍多啲。總之身體有邊一度即係有即係覺得有阻塞啊，咁你都可以拍嘅。咁基本上咧，就每個位置咧就拍3至5分鐘啊，咁樣。咁就係如果你拍到去嗰度有種大即係熱起上嚟嗰個位置已經係開始暖啊熱啦，咁同埋你手自己有少少脹啦，同埋你覺得嗰度都有啲反應啦，咁嗰度先效果先比較好嘅。咁如果你求其拍兩下，咁就即係其實效果咧就唔夠噶啦。咁跟住落嚟咧，就想專注一啲講一個叫八虛排毒法嘅。咁咧，根據《黃帝內經》咧就講咧，人有八虛啊，個肺心有邪，其氣流於兩爪；肝有邪，其氣流於兩翼；脾有邪，其氣流於兩鼻；腎有邪，其氣流於兩國。咁咩意思咧？嗱，首先就係話，如果邪係啲咩咧？係邪係指毒素，係指嗰啲代謝物啊，嗰啲堆積物啊，身體係處理唔到嘅嗰啲廢物，咁嗰啲廢物咧就叫邪啦。咁八虛係指咩位咧？就係、是、指首先係兩爪啦，即係呢個爪窩啦嚇。咁兩翼啦，翼窩啦。咁就兩皮啦，即係股骨腹股溝嗰個地方啦，亦都係一個窩嘅地方嚟嘅。咁然後咧係跟住咧係膝頭咧係一個腳窩啦。咁你留意到呢四個地方，即係兩邊雙邊咧就叫八個啦。全部都係有個窩嘅，即係有個彎曲啊個窩嘅地方。咁呢啲窩咧，即係變咗咧就會係氣血循環就比較差嘅地方嚟嘅。咁咧頭咁《黃帝內經》就話，如果個肺心有毒素咧，佢嗰啲毒素擺邊就會留咗喺邊度咧，就會喺呢啲位啦。肺心有毒素咧，佢就留咗呢度啦。所以如果你專注拍呢度咧，你會覺得咧，你會拍下呢度拍到好多沙出嚟噶啦。咁如果肝咧有毒素啊，佢個啲毒素又會擺咗喺邊度咧？通常佢就冇定擺咧，就會擺咗喺呢啲位啦，腋窩呢位。咁個皮嗰度有毒素又擺咗喺邊度？擺咗喺兩鼻，即係呢個腹股溝嘅地方啦。個腎有毒素又擺咗喺個膝蓋嘅後邊咧，咁咧就儲埋喺嗰度。咁其實咧大家如果係即係心水清都知道呢啲咁嘅地方咧，全部都係一啲淋巴比較集中嘅地方，而呢度經絡血管咧又係比較咧相對咧係血氣循環係差啲嘅地方嚟嘅。咁佢哋嗰啲咁嘅毒素咧先至可以積聚喺嗰度嘅。咁所以咧就如果我哋時間唔夠嘅時候咧，上邊嗰七個。即係七個步驟，好似都好忙喎，咁我冇時間做噶嘛。咁如果你冇時間咧，我哋就集中咧，就係做呢八個位啦。就係咧，兩爪，兩個爪窩，兩個腋窩，然後咧就兩個即係嗰個腹股溝嗰度兩側啦。咁然後咧就膝頭嘅腳窩啦。咁個拍法咧，都係同頭先我同大家建議嗰種拍法咧係一樣嘅。咁但係咧，只不過呢個咧係即係你即係冇時間嘅時候，我哋集中喺呢八個地方，咁變咗你就即係睇時間啦。如果有時間就做曬全套啦，冇時間咧就做呢八個地方咧，其實都係好唔錯噶啦。咁咧講到呢度咧，又嚟到呢個總結嘅時間啦。咁中醫經絡拍打咧，其實係源遠流長，都有幾千年歷史。咁拍打穴位經絡咧，其實對防病治病係好有益處嘅。亦都係中醫藥文化、中華文化嘅一個瑰寶啦，所以咧呢個係認識中華文化一個藥匙嚟嘅。咁學習中醫穴位拍打咧，其實係經歷一個身體自然療愈嘅過程。
咁特別係而家我講嗰、那個、自己拍咧，其實係對自己一個認識自己嘅身體，亦都係即係一個、治療自己身體嘅一個嘅療程啦，係一個身心靈嘅結合嘅一個療程嚟嘅。咁所以好鼓勵大家咧，就每日都自己拍。咁咧就拍打嘅時候咧，就會身體冇病痛會減少啦，亦都係經絡會暢通，咁亦都達到能夠排毒減肥。調整機能嘅作用嘅喎，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好值得一個操練嘅一個養生嘅方法。咁呢個方法又唔使花錢買藥，又唔會引發胃痛，亦都唔會傷肝腎嘅。咁只要恆心操練，咁加上一啲決心咧，咁咧就長遠咧一定會見到效果嘅。咁更加係鼓勵家人彼此一齊練習啦嚇。咁當然有啲地方自己都拍唔到嘅，尤其是背脊嗰啲位啊。咁呢個時候咧，就家人都要互相幫助一下咁咧就可以彼此拍打一下，咁都作為一個治療嘅一個方法啦。咁係家人咧彼此鼓勵咧，家健康係更加係喜樂嘅。咁喺呢個完畢嘅時候咧，我就會係送俾大家係兩句説話啦，就是、調養身心日可壯，信靠上帝係得安康嘅。咁啊講到呢度，咁我哋遲啲就會再見啦。好啦，拜拜。唔該曬鄭醫師教我哋點樣拍打，咁我哋又可以健康啲。啊，我咧就最近真係我發覺我除咗健忘之外咧，我用手機咧都係影咗啲相咧，唔知摆咗去边喎。啊，不如下一集我哋讲下手机自动备份喎。欢迎各位每逢星期四下昼1:30到3:00嚟到我哋嘅现场 Zoom meeting。你哋只需要每个月报名一次。咁至于嗰个会议号码同埋密码，我哋会按你嘅 WhatsApp 啦，同埋电邮去送出。咁或者你哋打电话嚟647-638-3308查询。视窗福音热线623，每个星期六晏昼2:00到3:00，等住你接通416-754-3308内线623。欢迎追求信仰嘅你，或者鼓励你嘅亲友打嚟623啊。咁呢一集嚟到呢度，下一集再见啦，拜拜。